你是否喜欢奔驰大 G 却囊中羞涩？你是否觉得坦克300路上能见度太高？你是否想拥有一台硬派方盒子越野车却苦于选择性太少？好消息，今天发布的这台全新 212T01 最适合你。发布会太啰嗦，三分钟，好家伙。8月22日，全新212发布会在甘肃张掖举办，就这个举办地已经把野的氛围营造好了。发布会开始，按照惯例先来打打感情牌。212，好兄弟，你就是我贴身暖心的伙伴。下面来看车哦，这款212成为品牌后的首款车型被命名为 T01。 好是好，就是听名字有被当作领跑 T03 兄弟的风险。全新212T01 不仅继承了经典的一孔两圆三横四纵设计语言，还拥有宽大稳重的塔式车身。为了防止越野时误操作，内饰保留了大量实体按键，并且非常注重实用性的在车身内外预留了多处拓展空间，像涉水喉等装备可以实现免打孔安装，这里值得点个赞。为了保障越野时能有足够的悬架行程，212T01 采用了五连杆非独立悬架结构，同时它拥有非承载式车身，在车顶设计了七根横梁，确保翻滚时的结构安全性。车身和车架采用了大量高强度钢材，属于是对得起硬派越野的定位了。动力上，212T01搭载了 2.0T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185千瓦，峰值扭矩410牛米，匹配 8AT 自动变速器，没有很出彩，但也足够用了。此外 ，T01 一共有雪地、沙地、岩石、涉水等八种驾驶模式，并且有40度的接近角和36度的离去角，最大爬坡度100%。这年头越野离不开高科技，它还搭载了全维度6轴陀螺仪越野信息显示系统，实时反馈车辆状况，从容应对野外驾驶的需求。这一次 T01 提供白、绿、灰等5种外观颜色和3种内饰颜色。至于发布会还提到的散热性测试里程等内容，我就不过多介绍了。陆总还着重讲解了打造 T01 的 WY 平台，这是一款新能源和燃油兼容的越野平台，后续212也会推出混动车型，同时还将推出三门版车型和皮卡版车型，非常值得期待一下。最后是大家关心的价格环节，我们都知道现款经典北京212是9.99万起售，那 T01 的价格是 T01 检阅官17.29万元， T01 探险家15.99万元， T01 机械师13.99万元，越卖越贵了。哎呀，小伙伴们别太苛刻了，对比经典212，这已经是一款全新赛道的全新产品了。这回全新212T01 在整车内外都进行了升级，10几万的价格能买到带大梁的方盒子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212这个名字承载了太多情怀，它是中国汽车历史的重要一环，是中国硬派越野车的鼻祖，也是很多人关于汽车的启蒙。这回212推出全新车型 T01， 无疑是越野老炮们的一次盛宴。13.99万起售的价格也相对亲民，让更多人可以有机会接触越野文化。非承载式车身、分时四驱、前后桥差速锁，再加上经典的设计语言和全新的方盒子造型，从老款的毛坯房变成了精装修，这台充满历史底蕴的212在今天重获新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全新212T01 和 BJ40 两款车，你会选择谁呢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。好了，本次发布会到此结束，长按点赞就可以一键三连，关注我，带你3分钟了解新车发布会。